主料：紫菜50克，番茄200克，猪肉200克。辅料：生油、盐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猪肉切块放进酱油、盐和生油调味，紫菜先泡发，洗干净，番茄切块。锅里煲开水，先放进生油，然后放进猪肉和番茄，最后放进紫菜，烧开放盐调味就可以了。成品来了。烹饪技巧：紫菜很容易熟，要最后才放进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